但是这个点儿出去买去也不现实。那是，好容易进来的，你再出去座儿再丢了，别去了。所以说千万别去。嗯，走的时候把钱放在凳子上。哎，这什么人性？您这过年了，嗯，很高兴。嗯，今天叫开箱。对，什么叫开箱啊？嗯，当年曲艺界没有这个说法。哦，这是人家戏班的说法。是，大年下咱们演完了。所有的服装全部装到箱子里，嗯，贴上一张封条，哦，把箱子封上了，嗯，咱们休息了，不演了。哎，初一那时候再打开，嗯，再开箱，开箱，啊，曲艺说相声哪有箱子呀？哦，没箱，就一包袱皮儿，哦，裹了仨大罐，全部的产业，哎，对，太，借了这么一个说法，嗯，通知大伙儿，今天开始我们又说相声，另一年啊，嗯，过去人一见面讲究拜年，是。保全拱手，您春节快乐。是，列位记住了，一定要左手压右手。哦，这是有规矩的。那当然了。嗯，君子居则贵左手。哦，就是平时啊用左手。嗯，右手有力气。是，打仗的时候用兵刃都得拿右手。哦，端着刀。嗯，拿着宝剑。嗯，用右手练。左手压右手代表的是和平。哦，哎，所以您记住，一定要这样，不用武力。左手压右手。嗯，右手压左手，那是。白事儿的时候，哦，这也有规矩。哎，出殡吊孝的时候，啊，于老师，你，哎，我呀，怎么老是我呀？这么好的人 死晚了，哎哎，早就该死，合着说这个意思啊啊，这是些个老理儿。是，今天又开始说相声了。是，来了这么些人，好几千人，嗯，起满坐满，不少，我很开心。嗯，这个春节把我累得够呛。啊，对，净演出。你想啊，春节前天天这儿忙那儿忙。嗯，我们有句不太能上大雅之堂的话，叫说累得跟孙子似的，有这么句话啊。忙到大年二十九，嗯，春节这十天行，哦，累得跟儿子似的。哎，这好，长一辈儿就说是呢。为什么呢？迎来送往，亲戚朋友也多。嗯，一天到晚的。那天带孩子上家去了。嗯，一看他儿子，我打心里我，哎，哎，你这么难受干嘛呀？他现在他真认为你是他父亲了，关键压根儿就我是他父亲。好吧好吧，希望对孩子好一些啊，这不用您祝福啊，这孩子在他们家受不了委屈。那肯定是，这是有钱的人家，不敢这么家大业大。嗨，有的是爸爸。哎，爸爸没听说过老话吗？老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家大业大那叫有的是骡马。不合辙，你这个怎么不合辙？阴阳赏却讲究四声啊，家大业大，嗯，有的是，嗯嗯，哎，你瞧这个音合适，你看您还把人抄了去啊，家大业大，有的是丝袜，嗯，不是，不是，我要那么些丝袜干嘛？家就是找这个音啊，家大业大，怎么着？有的是滴蜡，哎，喂嘿，不是不是，你非让警察给你弄进去就完了是吗？警察给你弄进去，反正是家里有钱。哎，谈不到有钱，大户人家，不敢说。不光有钱，而且家里边有身份，嗯，还有身份。包括咱们瞧人家教育孩子，我都觉得是这份儿的，是吧？啊，今天后台也来了，嗯，带着儿子，那啊，三口人都来，嫂子也来了，啊，嫂子很漂亮啊，有朋友在网上或者电视节目上看过哦，嫂夫人，哎呀，你馋了是怎么着？不是。你什么毛病？这是嗓子眼痒痒，但这时候痒痒，温柔典雅、大方贤淑，孩子也非常的可爱，都不错。我也不多介绍，都知道，叫郭小宝。啊，你先等会儿吧，叫郭小宝像话吗？这就说明咱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哎，对，什么好事儿这是？啊，嗯，别看孩子才五岁，嗯，但是家教有方。哎，应该教育，谁看谁喜欢。刚在后台，啊。嫂子坐这儿，于老坐这儿，孩子跟那玩，是都爱逗他。嗯，过来，嗯，小宝贝过来，是问你，嗯，爸爸喜欢谁呀？哦，孩子喜欢我啊，那是妈妈喜欢谁呀？嗯，喜欢王大爷。嗯嗯，王大爷像话吗？当时于老师把脸就掉下来了，是得说他呀。告诉你，哎，比爸爸小的叫叔叔。哎，嚯，还不止一个呢，是吗？我就说人家家教有方，没有这么教育孩子的，真挺好啊！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嗯，实话实说，嗯，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您不能这么说，台上是好伙伴，台下是好弟兄，哎，好搭档，跟我的亲哥哥是一样的，哎，关系就到这儿了啊！包括我人生道路上，嗯，很多都是他教会，
您这太客气了吧。你也是实在人。不，这叫什么话？您怎么叫我教会？就是现在一晃啊，我都这岁数啊，啊，奔四十的人了。嗯，一回想我们当年，我认识他那会儿才20岁，啊，小呢，20，他比我大，他23。对，那会儿人家就在我们这行业里边凤毛麟角、出类拔萃。有什么那会儿？我们都捯饬的跟老头秧子似的，干着传统艺术，一天到晚的穿双布鞋，来一对襟的褂子。对，人家那会儿那穿着刺儿啪的。时尚一点，那是老北京话，说人穿的讲究叫刺儿啪的。哎，有这么句老话、牛仔的衣服，嗯，头发烫成那样，那时候就叼着烟卷，拿瓶啤酒，啊，这三大爱好嘛，抽烟、喝酒、烫头。哎，好，那时候就有，戴着大金链子，呵，大钻戒，哦，伊拉克的啊，不对，伊拉克的像话，叫什么？一克拉的，一克拉的哈。对了。我记得有个伊拉克啊，那炸手指头啊，限量版的啊，没有限量版的。那会儿他比我们大一点，20来岁出头，23。嗯。那时候这瘾就这么大我，咱们看着都羡慕啊。这就羡慕，好家伙，一根烟啊，这一口都抽到过滤嘴了。哎嚯，这得多深的气儿啊，这个。哇，好厉害！这叫没叫跑？高兴，再给来一个啊！好家伙！哦，这行，吐出一圈来。哦哦，烟圈，太厉害了！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还抽啊？等着。嗯。哎呦！哎呀，我，哎，我这把昨天饭勾出来了，这个。太卖力气了，哎，对了，禁不住捧我这个、太卖力了、啊、喝酒啊，一整天不喘气儿啊，就灌下去，看着啊，咱都傻了，嗯，瞧人大哥了，哦，好、啊，来一个，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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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嚯、哦，算是隔着得6斤，啊，厉害吧？嗯，哎，对，你就别勾搭他了，你这还往出拍什么呀？他不拍没事儿，这就是啊。那会儿什么不懂就问他啊。你想，小孩们都跟大哥哥玩啊。是啊，什么不懂就问他。嗯，向他请教。问我，他也很开心啊。啊，我还抽呢。去过歌厅吗？跟我请教什么呀？这是，咱傻了啊？啊，没去过。哦，我带你去。可能我常去。啊、去行吧，我这岁数，20了，该去了。20了，可以了。哦，走，跟我走。谁规定的？这是跟着去吧。嗯，坐19路。哦，倒37。哟，倒300，坐937，庞各庄下车。好家伙，买西瓜去了，是上歌厅了？这是晚上8点到了，下车啊，这都黢黑啊，没灯。这儿霓虹闪烁。哦，有灯，翠沙燃歌舞厅。哎，还是西瓜，到库里头了，这是。我这什么意思啊？给我进来。哦，嘿，进来了、嗯、头回去歌厅。您呢？哎呦，震耳欲聋，响啊，那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就那儿至于吗？一进来站一溜小女孩啊。哦，穿着都很简单啊。什么叫很简单呢？烫着头啊，烫着头。哦，画着眉毛，画着眼，嚯、哦、都画到后头去。口红，哎呀，站着唱着那个情歌，流行歌曲。什么情歌？都站着，我都傻了。怎么唱？不敢过去啊！啊，他来我来去，大小伙子站着，就是听听人唱唱。哎，这一溜小女孩，嗯，来一帮卖西瓜的，合着这人家当天有一西瓜派对。嗨，这就别弄派对了。嗯，主题节目哦啊，就跟西瓜有关。找一旮旯，我坐那儿吧。嗯、啊，不敢说话。那是啊，他行啊。啊、哦。哦，这干嘛呢？喝着去的，这是叫那里边那负责人哦啊，打一过来，嗯，过来女孩，李先生好，认识我，嗯，有新来的女服务员吗？女服务员，哎，有，最近正实习的大学生，嗯、上这儿实习来，在英国哪儿留学的？嚯，留美的、留法的、留德的都有。你瞧瞧，还有那个保加利亚的，
保加利亚留学。哦，啊、嗯，我要干嘛呀？有刘宝了，什么词儿啊？这是他小时候看这电影《刘宝的故事》，这不挨着，叫个刘宝的来，来，一会儿过来了。嗯，先生您好啊，刘保定的这事儿，先生吃点中午没啊？吃什么呀？高兴了啊！哦，正经保加利亚的啊！哎，这我也没去过保加利亚。走，你愿意跟我去喝一杯吗？嗯，退后了不？哎，还喝呢？不光喝一杯，还想吃驴肉火烧呢。哎，你想、嗯，我说还是保定的不是？嗯，俩人站起来，回头还告诉我，小着点儿。小这个。走了。哦，剩我一人跟这儿，都傻了，不知道干什么了。哪儿音乐咣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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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了。哎呀。看大伙儿跳舞哦，没来过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干什么。我是一个多么单纯、多么内向的人，真的假的？哎，什么话这叫？嗯，不是，我就问问，当年是那样哦，现在不是了是？现在比当年还那样啊！所以说看着人跳舞的，嗯啊，我跟前有一姑娘跳舞哦，这脸这么大个儿，嚯、哦，比我这脸还大啊！啊，体重我估计到不了300斤，200多斤，200来斤，我就跳舞。大开大合，咱也不懂跳的是什么舞，反正是。哎，你瞧这姿势好不了。一身汗，冲的脸上一道一道的。嚯、哦，大黑脸蛋子一道一道的。哎呀，眼睛长得很好看，是吗？两只眼睛像月亮。哎，大眼睛，一个初一，一个十五。哎，一大一小啊，这样啊？呵，净冲人飞眼了，这个。搁这跳，我都看傻了。嗯、哦。20分钟啊。啊。过来，过来，过来。姑娘过来了，啊、哦，嚯、哦，你喂，想起来于老师刚才教我那话，我能用上了。跟他说什么？不、嗯，你愿意去喝点什么吗？好，好啊，行，快去啊！哎呀，好，轰出去了是怎么着？我都快吐了。哎，看他能至于这样吗？走了啊，坐那脚上呢，咣叽咣叽听着音乐，还响，震耳欲聋。哦，迷迷糊糊我就睡着了。哦。俩多钟头，于老喊我起起，叫你，叫你来玩儿来，上你睡觉来了。嗯，我新交女朋友。哟，我一看，嗯，月亮。哦，就是那女的啊，正看我呢。呵，真客气啊。嗯，嫂子好有特点。什么嫂子呀？哎，打这儿起，你们俩人就越来越好了。我跟他呀，那个年头还不兴这个呢。哦，现在知道了。嗯，俩人那叫同居。啊，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也对，啊，先尝后买呗，是吧？什么词儿这是？俩人就回来，回来之后实话实说，嗯，这个提前接触一下是有必要的，它有好处，为婚姻做准备。哦，通过接触发现这个女孩有这么三点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哦，那您说哪三点？首先，嗯，她是个左撇子，她吃炸酱面的时候左撇子，你这个说不过去。不是，无论这有什么说不过去，左撇子多了。左撇子吃炸酱面的有吗？左撇子吃炸酱面的也不少啊。左撇子吃炸酱面的是有啊，可那些左撇子都用筷子，他下手抓呀，是怎么着？吃的一脸都是炸酱，好家伙，何其壮观啊！吃完抹，嗯，气的于老师，嗯，嘟嘟嘟嘟嘟嘟，哎，我还喝，我不气，好家伙，我不气也这么喝，感情啊，嗯，这第一。第二呢？第二来说，这个人不厚道。怎么不厚道？于老师有一个干爹啊！你别往这儿拍行吗？你别往自个儿这儿拍行吗？哎，你这就没意思了。怎么没意思？我就有个苍蝇。哎，哪有苍蝇啊？于老师的有一个晃有什么呀？你那儿说话不让说话？废话，你说的大辈儿这老往自个儿这儿比划。于老师有一干爹啊，真是的，干的就不是亲的，多新鲜！但是老头对他非常好啊。之前总上下去、哦、但这个女孩不喜欢老头，不爱看，背后净说闲话、哦、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噩耗。什么噩耗？老爷子得了不治之症。哎呦，我见女孩我还给人道喜呢。道什么？这回行了，你熬出来了、啊、老头离死不远了。你也是，女孩都不乐意了。你看这好啊。闭嘴。哎，少说这个，真是说多了就不灵了。哎，什么人呢这是？什么人呢这是？第二点就说明这人心不好，这不是咒人家吗？第三，手黑。怎么叫手黑呀、啊？于谦这儿落一苍蝇啊！啊，他拿报纸卷好了，啊，啪，当时就开了，一脸的血。
报纸打一下不至于，里边卷一啤酒瓶子。哎，嚯，这开西瓜呢，他这你。所以说，啊，两个人在一块儿也就待了3年的光景。哎，我还真能忍、嗯、啊。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啊，是，终于分手了。哦，分别那一刻，这个女孩也挺难受。你看啊，这儿什么人呢？说话声音粗啊啊、哦！以后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啊。听见了吗？啊，太好了！哎，我是这么想的。哪有胡子呀？女孩能有胡子？汗毛重，这也太重了，都能捋下来。啊，对自个儿要好一些啊。山羊胡，这是对自个儿好一些啊。分手了，我给你唱一歌吧。呵，大腰在冬季。大腰在冬季。走了之后，于老师其实刚开始心情也不好。我呀，坐在屋里边啊，嗯，脑袋都卷着那个卷儿。倒是气不直，这个啊，叼着烟卷儿，嗯，哪儿那么些格啊？我这是，一想自个儿这才这个岁数啊，我怎么就不得找一好一点的呢？那是啊，茫茫天涯海角，难道说就没有我自己的一个心爱人吗？不能够。过了不久啊，这年的3月份，哦，机会来了，有人了。3月份，于老师出去踏青。哦，3月3日，气象新，长干水边多丽人。好，这是杜甫的诗。嗯，说这个季节3、4月份正好是出去玩的时候。对呀、啊，于老师漫步在某公墓，我这是玩命去了吧？这，哎呀，看着别人都上坟啊，自个儿触景伤情。哦，人人都在坟那儿哭。嗯，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都不挨着这个，我怎么就联想不到一块儿呢？哎，这可不是想不到一块儿去吗？哎呀，哟，我这是干嘛呢？无意中一回头，发现这站着一个女孩，哦，可爱之极，漂亮吗？烫着头，叼着烟，拿着啤酒，这是夫妻相啊。于老师很开心呐！啊，走到女孩跟前儿，哦，我得展示一下绅士。我这还绅士呢，这个绅士很凄惨。哎，这好，什么绅士？站住了，叼烟卷儿也抽。女孩看着他乐，乐都不行了。喜欢我呀？嗯、哎，你为什么老看着我乐呢？嗯、啊。女孩高兴坏了，你脚底下有屎。哎呵，我走之前看着点儿啊，我乐了。那还不乐？没想到啊，真好真好。还好，那个我叫于谦啊，介绍一下。嗯，姓于名谦，字三样。三样，于三样啊，还是这三样。这三样是抽烟、喝酒、烫头都有。女孩说：“哎呀，跟我一样，都一样。我也喜欢抽烟喝酒，但是很遗憾，烫头是我一个梦想。啊，你这不是烫着了吗？对啊，头套，呵，还不如烫着呢。摘了之后比我这个短点有限，还短。我戴好了啊。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共同语言了。是，别人都因为我这抽烟喝酒不喜欢我。哦，终于有人欣赏我了。我不在乎。太好了，于老师也高兴。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认识你很开心。是，你愿意咱们一起？”交往下去吗？好啊，好啊，好好好啊！于老师心花怒放，那当然，脱口说了一句名言。我说：“哎，我很感慨。嗯，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另一扇门就会自动打开。”对，女孩点点头。嗯，那破车还不修去？哎，这好家伙，我这车都成这样了。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是一句名言啊。哦，太好了，哎。今天咱们俩认识算是有缘分哦。今天晚上你介意不介意我们一起看看月食？哦，有月食。老话说那叫天狗吃月亮。对对对。啊，这个不容易，搞对象的净找这日子。是。流星雨啊。啊。天狗吃月亮啊。能许愿。九星连珠啊。对。世界末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有一什么说法吧。啊，那倒是。骗小女孩上当呗，是吧？啊。说啊，今晚上月食。好。走吧，我们离开这个公墓吧，好吗？哎呦。开始我们新的生活。对，当天晚上，两个人手拉手肩并肩，是坐在八宝山西墙外。好家伙，这离开公墓了吗？这个，哎呀，怎么了？看月亮。哦，
啊，大伙儿都知道啊。其实所谓的月食，太阳、地球、月亮在一条线上。是啊，啊，有的时候它进入那个阴影里面，啊，有大有小。对，老年间不懂，说是天狗把月亮吃了，这是传说。两个人手拉手，嗯，地上放着两瓶啤酒，哎，还喝呢。你这手拿根烟，他那手拿根烟，啊，哎呀，哦，哎呀呀呀呀呀呀，怎么了？看不见月亮了，挡上了。女孩问：“哎，这月亮怎么没了呢？”你看，于老师给讲。天狗把月亮吃了，多温馨。过了一会儿，哎，嗯，月亮怎么又有了呢？哦，天狗把月亮又吐出来了，给他讲了。女孩特别开心。是，这天狗也闷浪催的。什么话呀？这是这么好的情绪，这怎么改浪催的了？你这不是闲的吗？这不是哈？哪儿就闲的呀？看得出来，咱们两个人情趣相投。啊，这叫相投。打这儿起，你来我往，卿卿我我，花前月下，就算搞上好的都不能再好了，就挺好。终于到了这一天啊，女孩要到家里看看你的父母，要见家人了。你父亲很开心呐，是吧？好，又晃悠上了。你看这就没意思了。不是，您这别老往自个儿身上揽，因为你回家得把这事儿告诉父母。当然，我交女朋友了，要带回来给您看一看。应该的。你父亲点点头。啊，好吧，让这女孩上家来一趟。咱们不挑人家的工作，有钱没钱都没。这是我爸，这是我妈呀，这个，这是你父亲啊啊，上家来、哦，你母亲更开心。哟，我都没听说，这行啊，哪儿有胡子呀？嗯，哪儿有这么长胡子？这头发，你妈洗完头甩在这儿吗？谁把头发甩到这下巴颏这儿来、啊？好玩呗，是吧？啊。有什么可玩的这啊？你爸也说，头发甩后边去，是吧？就是甩后边啊、嗯！老太太很高兴啊。哦，好，好，终于我儿子搞对象了，是啊，剃上了，还是有胡子呀？那上家来吧，就看看就。说了个日子啊，女孩上家来了。哦，女孩一进门怎么样？你爸爸坐那就不说话了。哟，老封建。哦，看女孩她倒害臊了。嗨。老太太高兴、哎嗯、快来快来，就是几个孩子、哎、什么话这叫家里几个孩子，你说清楚了、哎、就一个、哎、哦，真好真好，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嗯、哎呀，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哎，问一问。我们家是单亲，又跟着妈一块长起来了，没见过父亲。哦哦啊，这对不起啊，啊那什么，你妈做什么工作，叫什么呀？嗯，哟，这不能说。怎么了？子不言父，女不言母，做孩子不能说父母的名字，太封建了。但是我妈有一外号，她叫一枝花。这是正经家庭吗？这个，你爸爸站起来了。哟呵，啊，这他这时候醒了，你这玩意儿，哎，就别这样了。你们家是住前门大栅栏胭脂胡同吗？女儿说小的时候是，后来就搬走了。哎呦，哦，几号？嗯，42号。我的天哪，什么呀这是？我都干了些什么？哎呀，你都这样了还能干什么呀？那会儿还不这样。哎，对，后变的是吗？这时候来着于谦啊，这时候来着你妈，上里屋把门关上，说话去了。老头眼泪都下来了啊。孩子，你不能跟他搞对象。怎么了？那个爸爸跟你说实话吧。嗯，当年我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你看这事儿，其实这闺女她是我的 啊，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你瞧瞧，啊、孩子，我对不起你啊！老头泪如雨降，难过呀。于谦这不行呀，好容易看见一对眼的，你怎么这样呢？有感情，爷俩哭得都不行了。是啊，老太太站起来了啊！不要紧了，于谦，怎么呢？尽管跟他交往下去。为什么？你不是你爸爸的。哎，去。谢谢吧，谢谢吧啊，可了不得！哎呦，就搁那儿吧，小伙子，谢谢你了啊，还拿去，快去，嗯，嗯，这个观众一来啊，嗯，我就打心里高兴。您一买东西，我就特别受不得。是啊，你说来就来，还花这么些个钱，嗯。再一个，你说你们花钱了，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什么呀？正月初六，嗯，这个叫开箱，哎。就说啊，这个相声团体啊，打今儿起又正式的营业了啊，新一年开始了。每年都这样、嗯、啊，来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嗯，都是好朋友。哎，您也都认识我们，嗯啊，郭德纲、于谦，对，就这个于老师在我们行业里边也算是前辈了，哎，不敢当，干的年头多了，是啊，嗯，好有一笔，笔从何来呢？隔年的兔爷，怎么讲？
老陈人儿，还老陈人儿。王母娘娘骂寿星，怎么讲？老宝贝儿，这就暧昧一点了。阎王爷骂判官，嗯，老鬼，嚯，财迷看文物，这是老货，啊，去年的麻雷子，这是老炮，好嘛，东洋海飘来木了鱼儿，怎么讲？浪荡江湖的老帮子，好家伙，哪儿这么些俏皮话啊？就说您在这行里边干的时间比较长了，多这么几年，我们算是发小。对，这是个法国人的小孩儿。嗯啊，发小就是法国人小孩啊。怎么说？一块长大的叫发小。他比我可大四岁。对，当年在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嗯，我们是同班。哎，同学，同班是。他比我大四岁。您老说这个，是我蹲了四年班呢，是怎么着？反正比我们早来了些年。那是。到毕业了呢，学校舍不得他，嗯，就留下来了，嗯，一直跟我们一届，哦，一直就等着您呢。哎，有那个跳班的，哦，德云社有一说相声叫高峰，有啊，比我小九岁，对，跟我一班，哦，人跳上来了，人家脑子好，是，你看我们仨这岁数不一样吧，嗯，还在一个班里待着，啊，这我们同学吗？我见他头一回是在我们学校那个宿舍那儿，哦，那会儿学相声学员班得住校。对啊，我拎着我那个那包，嗯，那年头不像现在似的有个箱子，哪有那个呀，就是一个大包啊，拿着大包，是人告我二楼尽头那间，嗯，你们在那屋，那是宿舍，我到门口，他正跟门口站着，在门口没有表情啊，嗯，我那等同学呢，我看半天，嗯，河马坐得太像了啊，什么呀，是，嗯，我河马呀，是怎么着，我，啊，我说那个，我是这屋吗？老师让我来，啊，我睡哪个铺啊？啊，宿舍都上下铺。是，我睡哪个铺啊？问问呗。就这会儿瞧出来鸡贼来了。怎么了？转身噔噔噔进屋。哦，螳螂一下就躺在那下铺那儿。下铺舒服。谁愿意往上边爬呀？对呀，啊，都愿意躺下铺。他躺着下铺。嗯，拿手指。你在上头。哎。那听人家的呗，那是啊，人家先来的呀，我站上了，把我这包往上一扔，上边上边没铺板，嗯，空床架子，我那包里还带着一对哑铃，哎呦，啊，打那儿起好像脑子就稍微的差了点啊，砸傻了，反正不知，可能是跟那回有关系，没听说啊。因为到后来我们在这屋上下铺，嗯，待会儿高峰也来了，哦，跟我们都在一个屋，是我们仨是最好啊，那是关系。那一个屋住八个孩子，嗯，那五个呢有唱单弦的，对，有别的专业的，是啊，唯独我们仨是在一个班，相声嘛，仨人最好，嗯，啊。他小时候不这样，嗯。我现在有时候跟他聊天，刚在后台说话，我说我现在一琢磨，还是咱们那会儿十来岁那会儿，嗯，那会儿小的时候，他也就这个个头吧，啊，尤其我还矮啊，小的时候可胖了，还矬那会儿啊，矬胖子吗？后来是长了，对，高峰那会儿就高，嗯，高峰现在就这么高不了高啊，得1米77，差不多这会儿啊，嗯，那会儿我记他小时候就这么高啊，他小时候小时候他长得，嗯，长得早就这么高啊，嗯，好，那俩我们仨在一块儿，嗯啊，那边一小矬胖子，嗯，那边一瘦高条，老吊在一块儿，吃饭一块儿，上课一块儿，对，上厕所也一块儿啊，去厕所都吊着，你哥仨好吗？啊，小孩可不就这个呗，嗯，尿尿就去吗？走啊，搭伴儿，你尿去吗？嗯，没有，还走再空空，啊，哎，没听说过这有空的吗？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们是不是，啊，都上过学，都知道上厕所爱跟他们俩一块儿去。哦，撒尿的时候我其实是最淘气的。你这都年轻。谦儿站这边啊，一小矬胖子，是这边站一大高个老高，啊，我还跟他斗。怎么斗？尿着半截了。嗯，高峰。哦，嚯，弄人一裤子，淘气啊，就逗着玩啊。哎，又回头，嗯，谦儿，哎，又来了，尿一脸啊。嗯，我个儿也太矮了吧，我个儿矮点还没事儿啊，他这人你喊他就答应啊，我还随着你转身呢，我太缺心眼了，这
人很好哦，就是智力差一点儿。您这人谁智力差呀？跟俺们哥俩在一块儿，这也算半辈子了吧？那可不是，我走哪儿我都带着他啊，他喜欢我，走哪儿都带着他。嗯，我有好吃的先给他吃，那关系好，哥俩好嘛？对对对，啊，不管哪儿演，不管什么样的演出，我准带着他。是，当然你不能指着他卖钱。嗯，你看，比如今天啊，北展啊，这个最贵的票，据说比如1280，对，1280是我卖出来的这个钱，什么时候1282那两块是他的？合着我现在连两块钱还不值呢，是吗？这个就是带着走，你都一块儿哥们儿兄弟，你说这个你扔了是吧？也不像话。什么叫扔了啊？不是你，您不能这么说话，您这么说话，这咱们打小都挺好，您到现在当着这么些人，您这么踩过我不合适。谁跟你好？哎，那个，你不这叫什么话？好不是你说的吗？你嗨，我错了。哎。所以说你看春节有点可以别往下说，没事了。什么叫没事儿？你先等会儿。明天是不用你这不用往下说了。后天出发哪儿就后天出发？那你说哪天出发？哦嗨，明儿初七，行了，没事。嗯，所以说我们这个你拿我当傻子了是怎么着？哼，不是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人，咱一块儿长大，一块儿都不错，到现在当着这么些人，您这么踩过我啊？这不叫踩过，不叫这，你看，你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大伙儿没有因为我这句话又谦儿缺心眼儿，大伙儿又咱们走吧？你看有走的吗？你看有走的吗？那人家买了1280的票了，那不是？所以说没有外人，不是有外人没外人。您这么说话，你说一乐的事儿，你乐许我说你就许你说我，你敢说我对吧？啊，所以说咱们什么叫敢说呀？不是就没意思了，不是不闹，这不是闹，这听话。你这么说话心里不痛快，尤其是大过节，谁愿意找一肚子不痛快？是啊，好，没事了，嗯、啊。完了，你这一道歉，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谁道歉了？行，我多能跟你道歉，你得跟我。哎，你怎么那么膈应人呢？你我说不是膈应人，你别没你上了春晚，你怎么了？你这是啊？你不能这样，别好好别闹啊！不是这没啊，正月十五还带你去啊？哎，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上哪儿都行，上你就别闹，行？不是我一这个玩意儿，俩人配合。就是我一说你缺心眼儿，你说对，这多好！不，凭什么呀？我也开心，大伙儿也开心。凭什么呀？哎、你说我缺心眼儿，我就得答应。要着亲命，你怎么了你？这不是要亲命的事儿。我给你两块行吗？啊，你给我两块。你要多少？要几块？要几块？不是钱的事儿。哎，命的事儿是吧？哎，嚯！那你说怎么着？我就说你缺心眼儿了。不，这凭什么说？我打小我就聪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看了吗？骗他那么些年，知道吗？骗谁？谁骗谁？打那会儿高峰，你聪明啊，你聪明，他就信了，知道吗？我干嘛不信？我真聪明啊！谁呀？你喝过尿的人你是？你太缺德了，你有点你。他跟我说话真没法比，咱们都了解是吧？我这个人，你想一年我惹多少祸？你惹过祸吗？对吧？同行骂过你吗？对吗？完了，你不值得他们恨。这对吧？哎，我也不能找人说，哎，你骂我，你骂我，你骂我，我也没找，他们不也骂我吗？那不这事儿就怪了吗？这事所以就拉倒了，好吧，不提了。不是了，这不是咱非叫这个真章。哎呀，要了亲命，你怎么？哎，不是怎么了？非叫真章？怎么我就傻，你就聪明？我认为你在智力方面不如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比你强多少啊。咱俩只不过就是一个有脑子，一个没脑子，不就完了吗？那不就是我没脑子吗？你自个儿说的这是，对吧？嘿，您这不像，您绕的人不没有还长呢，以后对不对？我当然也保不齐不长，不长就不长呗，对吧？你还部级干部呢，你知道吗？没听说你都不长，你不长你都是，我连个局长都不是，你知道吗？没，您这不能这么绕的人啊！什么就不长脑子不长脑子？哎呀，要了亲命了，这、啊、你带着药了吗？你先吃点不？我带着药谁吃啊？我吃，我凭什么吃药？你脑子不灵，你就得你脑子才不灵呢。咱要说这个，咱就得掰扯掰扯。哎呀，对，打小的一块说的相声，对不对？怎么我脑子就不行了？我认为你在智力方面有些欠缺，真的，我是真的，我发自肺腑。您说这我不承认，怎么我脑子就有欠缺？我替你承认得了。哎，这没听说过，你替我承认，我用不着。那咱俩比划比划，怎么叫比划比划？你瞧，来这么些。看热闹的是吧？哎，好，您这都头两排往后坐，弄一身血啊！好，真打呀、啊！我们要开始比试一下了啊！怎么个比试法？我鄙视你！哎嗨，
鄙视我不成啊？不是我看不起你，怎么脑子不够使的？咱这样吧，你说说，你出个道，咱们那就还出个，咱俩啊，咱俩出题鄙视一下好吗？怎么个题？就你出一个题考我啊，我出一个题考你。是，哎，大伙儿都在这儿了，这么些人了，啊、对对不？这藏龙卧虎，啊、大伙儿最后一说，哎，确实，你看谦儿确实有点问题。啊，对，我非得让大伙儿承认我有问题。啊，你不承认也无所谓。人说可能说，哎，郭德纲如何如何也可以啊，那就可以吗？好吧，咱光天化日冲着灯说话，大伙儿心都搁当间啊。可以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我怎么跟他鄙视的。哎哎，公平竞争，对了，好不好？好不好？怎么个鄙视法？我还让着你，先来，你问我。哦，出题，对了，就是打灯谜嘛。哎，对，对不对？也叫灯虎。哎，说个谜语。哎，好听的词叫智力测验。哎，老北京叫破个闷儿。哎，对，是吧？啊，我先说，你说，你猜，你好吧？什么呀？我没说呢，哦、还没说呢。哦，哪儿啊？啊，您先鄙视我可不成啊！我先试试怎么鄙视。没听说，您得猜，猜不着。哎，来，怎么？来，听我这个啊！列位，您各位当个证明人啊！哎，您就见证一下 啊！这大年纪的，这图什么许的？这是、嗯？那可不是。我也是没事，你是惹弱智了吗？哎，枪火嘛，对不对？好，来吧，来，听我这个啊！嗯，说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之我有，我之我无。不是，嗯，咱有什么说什么啊，师哥，您别客气，就算我错了，行吗？别，什么叫就当你错了？就算我错，这边这边接过去了，好吧？别接过去，哪儿就接过去？我不能说，人底下有孩子呢。你呀，我告诉你啊，哎呀。不是，这跟有孩子，人家还有孩子，还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呢。你，我这没有什么爱口的呀。我是个要脸的人，知道吗？是吗？许啊，许你，但是我不能那样做。我这怎么了？你说说我这。人好几个姑娘，人都捂着脸。哎呦，来，哥抱抱吧。哎，去啊！哪儿就抱抱啊？不是你说的这个，不是你听见什么了？在舞台上，出了我的口，入了您的耳，必须有交代，不能胡说。我们这行是有底线的，有规矩啊。你这个谜语有些个窝窝戳戳。嗯、什么词儿啊？什么叫窝窝戳戳呀、啊？你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你猜着了，你可以说。他猜的是一个古代人物啊，他猜的是谜底是太监。他说他对啊，你想你一听就明白。啊，人之我有，我之我无。哎呦！人家还有孩子呢。你不嘿、哎，您呐太窝窝戳戳了，我跟您没法较这个劲了。不是哪儿啊？这再一个，你提这个又没意思。不，谁提这个？显得你们家有身份是吧？哪这叫身份呢？在宫里上过班是吧？没听说过啊？这您说的不对，我领会错了吗？啊，领会错了。哎呦，吓我一身冷汗！您想歪了，那于公公给说说吧。啊，哪儿叫于公公啊？您这头一句，天知我有；第二句，地知我无；三一句，人知我有；四一句，我知我无。我听着还像那个。哎呀，您就老往那儿想。您的谜底是？告诉你，记住了，这是啊，我这袜子没有袜底儿。来个修鞋的，你看到吗？他那哦啊，什么叫天知我有？哎，从上边看，以为我穿着袜子呢。老天爷知道他穿着袜子了。对了，地知我无呢？从底下看，没有袜底儿。土地爷瞧见没袜底儿。对了，人知我有？哎，大伙儿以为我穿着袜子呢，挺好。哦，我知我无，我自己知道我这袜子没袜底儿。那你这谜底不准确。怎么不准确？谜底应该是破鞋。怎么对吧？破鞋，破鞋才能看见袜底儿呢。您这不是太监就是破鞋，您想什么呢？整天是你带给我的这些个信息，您是收拢的那些信息往那儿走的，没意思，没意思吗？我跟你说一个、哦、说哎，哎，文言的行吗？哦，我也能听懂，文言的也可以啊。啊，行，嗯，咱们就以隋唐为界。哎呦，那么中国的文字啊，包括语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不断的变化啊。隋唐之前的它可能更生涩一些，那您我们就讲隋唐以后的
哦啊，用那个，那可以是吧？尽量浅显一点。哎，就争取你听明白。哎，我尽量。隋唐之后的，我慢一点说。好，讲远桥是条狗，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骂他不走，一拉就走。这是隋唐以后的这个啊，这个说法也不一样。哪儿沾文言了？您这哎，远桥是条狗，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骂他不走，一拉就走。我这不知道了啊，这真不知道，真不知道。远桥是条狗，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骂他不走，一拉就走。这是什么呢？木头狗带轱辘。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隋唐之后，这都是啊，木头狗带轱辘，好不好啊？不怎么样。你看，也有捧我的，你看看，你看。您听见什么了？好，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一会儿这我请你们啊。木头狗带轱辘，哎，谜底有狗，谜面上就不应该有狗。哦，哎，隋唐以前是这样的啊。哎，别提隋唐。你再来，我听听。来好的，我再来好的啊。来来来，这真好的。哎，好，听着啊。嗯，说你儿子上南极打一食物。他没去过。咱们说谜语。我儿子上南极，哎，采一食物。对了，炖企鹅。那玩意儿犯法，知道吗？啊，炖北极熊。哎，直说上南极，上南极，啊、谁脑子有毛病？咱俩。啊啊啊啊、谢谢谢谢谢谢哈。谁给你？但是我不骄傲。哎呀，嗨。这有什么可教、啊、我儿子上南极，您这谜底是冰淇淋。我儿子叫郭麒麟，对，上南极冻上了，哎，冰淇淋。对了，哎，这个好，这不错吧？我给你猜一个，哎，我照这样说，你父亲上南极，哎嘿，冰淇淋，你看看什么去哪儿去、哎、不是咱厚道点行不行？咱们好好哪儿就冰淇淋啊？这俩谜语这是一套，没听、啊、一套，哪儿就一套、啊？这觉得身份都上来了、啊您这不成，这好不好？占便宜不是？好好说一个。那我给你换一个啊，这就对了。你换一个，你听我这个啊，啊，这个就深了。啊、我都舍不得说，跟你说。哎，那您也得说你算这二十年，我说过这个玩意儿吗？你想想、啊，听着、啊，过节了，怎么样？飞驴飞马，完了啊，完了，你看还费那个劲，对吗？四个字儿，飞驴飞马，猜一种动物。飞驴飞马，嗨，骡子呀！去你的！不是怎么了？骡子它跟驴跟马都有关系。哦，哎，这远点儿，开动你的大脑啊！哎，快速运转，哭嚓哭嚓的响。哭嚓哭嚓的，这是响吗？这个哭嚓哭嚓还不响吗？这不干脆猜不着，您说说您这谜底。飞驴飞马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金鱼。金鱼它是驴吗？那不是。它是马吗？不是。金鱼。哎呀，不是。哎，我要说是企鹅呢。你说呀。哦，合着除了骡子什么都成啊？这个，对呀、啊，这都什么玩意儿？您这是骆驼是不是啊？啊，你说什么都行，恐龙啊，这狗都行，谁让你不说的呢？您这太绕的人了，你看这你露馅了吧？是吧？哦，您这个啊，干脆你还听我说一好，还有好的？当然了，你说，听着啊，嗯，说。上边四个奔奔大，下边四个大奔奔，两边两个弯弯绕，中间四个分吃分。我要知道我是那个，怎么乱七八糟的说的？我这谜语呀、啊，我没猜着您的、啊，没猜着。您这谜底是啊？是告诉你 啊，这谜底是两头牛在这顶牛呢。您给解释一下。哎，上边四个奔奔大，
啊，上边四个牛犄角在那儿炸，哦，啵啵炸，啊，哎，下边八个炸啵啵，那是底下八条牛腿在那儿使劲，哦，这是下边啊，哎，两头两个弯弯肉，两边两个牛尾巴弯弯肉，哦，当间四个分吃分，中间四个牛的鼻子眼在那儿使劲，哎，吃吃吃吃吃吃，哎，什么玩意儿的都是。你瞧多好的谜语，这哪儿呢？哪儿学的这跑这蒙人来了？这个我这不好。嗯，那你听我这个，你来一个。我这课特别好，我跟你说，你我都舍不得说。嗯，我本来说这个等谦儿死了我再说这个。哎，我这就要死是怎么着？九个面，八个嘴，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我这越听越乱呀，啊！您这个，怎么乱的？不乱呢？您解释解释，我猜不着。我这个谜底是八仙桌子，怎么会是八仙桌呢？八仙桌子是个桌子啊。对。桌子有桌面吧？对，几个桌面？一个桌面，一个桌面。嗯，还有八仙呢。嗯，八仙是吕洞宾呐、啊。嗯，什么张国老啊？这八个人。哦，八仙。八个人有八张脸吧？八个面。八面加上桌面，这是九个面。九个面，对了。九个面，八张嘴。怎么八张嘴？八仙有八张嘴，桌子没嘴。哦，就那八仙的。对呀、啊，九个面，八张嘴。对，哎，一个娘们儿，一个娘们儿是何仙姑同学。还何仙姑同学，十九条半腿，怎么会十九条半？桌子几个腿？四个腿。哎，八仙呢？十六条腿啊，十六加四，二十条腿。这里边可有一瘸管李，把他那一条半刨去了，那就是十九半条腿。呵，好，您这里还一瘸子，你瞧，高了这个。嗯，哎，呵，又是面又是腿，那是啊。您要说这我也行，你说，您听我这个啊，嗯、说。一个脑袋没有嘴，哎，没有眼睛，两条腿，不知道您那胡说八道的都是啊？怎么就胡说八道啊？不知道不知道，我这费这么大劲，您胡说八道，什么呀？这个啊，农村打井摇那辘轳。哦哦，哎，就是那个有个把儿那。对啊，摇有一电视剧什么那个啊？对对对，你篱笆女人和不是辘轳女人和你哎哪儿啊？是什么？什么呀？有那就摇的，有那辘轳女人和井那辘轳。你解释一下。哎，你这一个脑袋，辘轳有那个那叫大脑袋啊、哦。哎，对啊、哦，没有嘴，辘轳哪有嘴呀、啊？那是啊、嗯。哎，然后没有眼睛，没眼睛，两条腿可有啊？得有那架子跟那戳着，支在井边上。哦，辘轳。哎，啊，你听我这个，你说这个咱有一万多个啊。嚯，一个脑袋，嗯、一张嘴、嗯，俩眼睛，三条腿，比我那多。何止多还讲理呢？您解释解释解释。一个脑袋，一张嘴，两只眼睛，三条腿。嗯，有一只公鸡站在蘑菇上了。一个脑袋，一张嘴。啊，公鸡啊，一个脑袋，一个嘴，俩眼睛，公鸡俩眼睛，三条腿，公鸡两条腿，对，蘑菇一条腿。这还加一蘑菇那腿？哎，换香菇也行。呵呵。嗯，哦，公鸡蘸蘑菇是？哎，对对对对，好好，你再听我这个啊，嗯、你说，嗯，说一个脑袋，两个嘴，九个眼睛，六条腿。哎，行，你听我这个啊，说这个，话还没、啊，您还没猜这个，我都懒得猜，你告诉我是什么吧？哎，这是啊，吹唢呐的坐凳子上了，你解释一下。哎，嗯，一个脑袋吹唢呐，一个人一个脑袋、啊，人有脑袋。哎，两个嘴，人一个嘴。锁呢还一个嘴呢俩嘴、嗯、哎九个眼睛人两个眼睛嗯锁呢有七个眼儿对对对对对哎六条腿这六条腿怎么来的人两条腿对凳子嘿还四条腿吹锁那儿坐那儿歇着哎坐那儿吹哦那听我这个你来一个脑子一张嘴两个眼睛五条腿这是什么呀那公鸡又站在香炉上去了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公鸡逮哪儿站哪儿合着一会儿还能站着吹锁那脑袋上呢哎呀你这玩意儿实不怎么样这可是逗你玩这可不就逗着玩真正好的东西拿出来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那就对了不是说我说一个你听一个一翻一瞪眼啊，那叫脑筋急转弯就说这个东西怕就怕在掰扯没错你说一个啊，我猜比如说你说完了一说你谜底是、啊、谜底是黛玉哦黛玉啊黛玉红楼梦、啊、你说是这那、嗯、我说不对我猜是宝钗哦，这不就抬杠了吗那就搬着咱们得掰扯、嗯、你就说你那黛玉怎么怎么好哎我说我这宝钗怎么怎么好是大伙儿一评哎你没有我说的有道理对你那个黛玉没我这个宝钗讲理哎打这儿起你那个黛玉就不能叫黛玉了就不能说了哎就得改叫宝钗了叫宝钗比如说又说了一个谜语对你说这个谜底是你的嘴嗯我说谜底是痰桶嗯
你就说你那个嘴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好。哦，我就说我这痰桶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嗯，大伙儿一听我说的有道理，是以后你那个嘴就不能叫嘴了，哦，就叫痰桶了，是吗？大伙儿的主意。那谁的主意啊？您俩说这么热闹没用啊！我告诉您，咱真说一好的，你听一听。那我猜猜，好吗？来来来来，听我这个啊，四六八句的来。说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都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您猜吧。放屁。哎，你才放屁呢。哎，怎么打起来了？废话，我说这么热闹你跟那放屁。你猜谜语吗？猜谜语也不能骂街呀。你那个谜底是放屁呀。谜底是放屁。对呀。怎么学你说就学我猜啊。那是，那倒可以啊，咱白吃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对不对？怎么叫放屁呢？你看头一句，千里随身不恋家。你从这儿出门，你奔沈阳有一千里地吗？差不多。于老师上沈阳了。对，到沈阳，嗯，肚子不舒服，咕噜了。那个文言词叫虚功。是啊，一使劲，嗯，等这功一点都不虚啊，这个出来了。哦，出来就烟消云散了，可不是就没了吗？千里随身不恋家。嗯，哦，没听说他想家呀。 啊你到沈阳想家吗？想啊。你那屁不想家呀？不想吗？你办事去了，他买火车票去了。嗯，顺着铁路自留。好家伙，到家还敲门呢。啊，你爸爸得问呐。嗯，谁呀？是屁回来了。没听说过屁能回来吗？千里随身不恋家，就算差不多。不贪酒饭不贪茶。嗯，你喝酒吗？我喝。吃饭吗？吃啊。喝茶吗？当然。你又吃又喝。嗯，你那个屁不吃不喝。哦，好，你这吃半截饭撂下碗盛汤去了啊！你再一回头，他把菜都吃了。啥？你家里八口人靠你一人养活着，是，这叫为家所累。对，这八个人再放十二个屁。嗯，你为屁所累。嗨，没听说过这词。不贪酒饭不贪茶。哦，水火刀枪全不怕。嗯，给你一刀怕不怕？哦，那害怕。打你一枪怕不怕？怕呀。你是怕。嗯，屁连原子弹都不怕呀。啊，那倒是啊。嗯，日落西山不见他。慢说日落西山。嗯，白天你也看不见他呀。啊，哪位见过屁什么样的？没有。是不是？嗯，真想见也行。上哪儿？澡堂子、游泳池。哦，那玩意儿它冒泡。哎呀呵，哎呀，您说这太恶心了。啊，猜谜语吗？那不对啊。那您这谜底是？哎，我告诉您谜底啊。你说。我这谜底是人的影子。什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出门一千里地一万里地，影子老跟着。人想家他不想家。不贪酒饭不贪茶，你吃饭喝酒，人家影子不吃不喝。哦。嗯，水火刀枪全不怕，给你一刀给你一枪你害怕，影子他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就这句最关键。哦，太阳一落影子就没了。太阳一落山，影子就没了。对了，月亮又出来了呢。嗯，那还有路灯呢。那不算呢。不算呢，多新鲜。净不算，咱那屁什么都算。嗨，就别提这屁了，知道吗？这你这也不怎么样啊。我给你说一个吧。哎，你说一个好的也行。我说完这都得叫好，知道吗？啊，而且特别难说这个啊。那你来说这个谜面啊。我让你这么着你不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只能这么着，我这么着了你也这么着了，你这么着导致我这么着了，早知道我这么着了何不当初你就这么着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您别绕的人了，您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这谜底是个故事。哎，那您说一说。教人学好有上进心，传递正能量。好，那您讲讲。他说的是青年时代的于谦夫妇。我的故事。日子过得不如意，谦儿跟他媳妇就说了，嗯，不如你去干点什么吧，找个工作。媳妇说我干点什么呢？惟妙惟肖。谦儿说找一小房子点一小粉灯。嗯，你上那儿敲玻璃去啊。嚯。媳妇说门儿也没有啊。那是，我们是正经人家。对，媳妇没有答应。哎，谦儿自个儿出去偷东西。这是励志的故事吗？这个
结果把于谦就抓起来了。嗯，家里剩媳妇一个人，也得活着呀，那也得过呀。找一个房子，摁个小粉灯，还是去了，坐那儿敲玻璃去。哦，结果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了，逮着了。两口子在监狱里碰见了。哦，谦儿说了，嗯，我让你这么着，你不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这么着，我这么着，你这么着，早知你这么着，我何必这么着呢？行行了，行了，行了，行。这高了吧？这个啊，什么就高了？励志的故事，您这哪儿传递正能量了？我这啊，劝大伙儿不要向他们两口子学哦，反面教材。对了，您这个是饶的，这不算。我再给你说一个哦，多了我都不说了啊，真说好的，就说这一个了，可以。这一个说完就拉倒了。对对对，咱不能白说。嗯，咱俩打赌吧，挂点什么？别人十块八块的呀，什么赌盒烟，那都没意思。咱赌大点，而且他那是赌博，咱们这个不能赌博，不赌博，赌命，好吧？我就说这一个了，您这玩命呢是怎么着？稍微大点，赌命太大了。我们那赌注小一点，哎，稍微要小，赌一只眼，好吧？你如果猜错了，你抠一个眼给我。那你要猜错了呢？还给你。我拿着我也没什么用了，我这啊，这不成，您这老那么血腥，这不行。赌的稍微小一点。哎呀，不用赌了啊，大伙儿都瞧着咱们俩了啊。哦 哦，谁没猜着，谁错了，谁缺心眼儿也就是了。哎，那就可以，可以吧？没问题。这个常年听相声都知道啊，相声舞台上大伙儿一猜谜语都臭了街了。是啊，说什么这个小孩醒了要撒虽啊，半夜叫门问声谁，扣字儿，二人见面忙拉手，嗯，夫妻双双入罗围，有前三个啊，嗯。人人都能说，哎，都说，唯独最后这个夫妻双双入罗围。嗯，你翻遍了中国相声的录音，哦，找遍了这几十年的出版物啊，就没有这个，没人说这个，只有我知道。哦，您继承下来了。今天我就问问你这个啊，你要能猜着了，就算你聪明。嚯，夫妻双双入罗围，嗯，扣字拢印儿，七个字，嗯，猜一个字。这叫正经玩意儿。列位，你们见证了中国相声史上的一幕。哎，从今天开始，谁说这个，这都是跟我们学的，你知道吗？啊，是啊。来猜猜吧。得嘞，夫妻双双入罗围。夫妻双，你要想一想吗？我琢磨琢磨。你想，啊，我也琢磨琢磨。什么叫你也琢磨琢磨啊？没事，你琢磨，我琢磨你。嗯，夫妻双双入罗围，嗨，这不就两口子晚上睡觉吗？睡觉，两口子。老公叫老婆，到点了，老婆，干嘛呀？睡觉了，睡。哟，那还有什么？不就是睡吗？哎，啊，我猜着了，猜着了哈。哎，这好，那我给你换一个啊。啊，别，咱们这样，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哪儿啊？我猜着了，你换一个。谁让你猜着了？啊，那不成啊。啊，你说就得猜呀。哦，你猜着了？我猜着了。夫妻双双入罗围，这字念睡。不对，怎么着？不对，对，不对，就念睡。好了，我们再换一个啊！啊，你别着急换一个啊！怎么不念睡？就念睡呀，啊！我说的不念睡，你瞧那不抬杠吗？你抬杠比打分挣得多呀！那不成，这么着，抬杠也没意思啊！你说不念睡，我说念睡。今天咱们俩人在这儿表演表演，怎么样？啊，我都没听说过，怎么了？猜谜语还带表演的？可以表演表演呀。那怎么个表演法呢？这样吧，嗯，比如说咱俩就扮演两口子，嗯，哎，在这儿睡觉，嗯，到点了我一叫你，我一说睡觉吧，你说睡，你只要一说这字儿你就输了。两口子睡觉雇三千人跟这儿参观，你这两口子，这你啊，那不是跟这表演吗？咱就为了行，咱就承认这事儿嘛。就只要一说出睡来，就算输了啊。对，行嘞，好吧。咱俩人谁是那个男的，谁是那个丈夫啊？俩丈夫这里不是不是，谁是那个女的，谁是那个妻子啊？这嘿，又改俩女的了。你怎么回事？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对，我当然是那男的了，又高又壮，我演那男的。一般都是家里娘们儿烫头啊！你老提这烫头干嘛呀？你看你我这样的是个媳妇儿，你也是瞎了心了，你也是。你打哪个庙被我娶回来的？好，尼姑是怎么着？啊，咱就这么一表演，就是作笔成样，演的是角色，没人拿这个当真的。那倒是，是不是？没错，就是这一会儿，是吧？多新鲜呢，您呢？啊啊！
啊，长了我也不干呢。是是是是，这完事就你回你家，我回我家了哈。啊，你可别跟着我啊。行，那行好吧，那就开始了是吧？开始了，这里就是这个睡觉的场所是吧？哎，对，咱们就这儿睡。有个被子有没有啊？啊，要被子干嘛？你这大炕有了没有被子？没听说。嗯，就这么站着睡，站着。我这是俩僵尸，这是。嗨、哎，别俩僵尸，马才站着睡觉呢。咱们就演这个嘛，哦、主要是。这个说哦，行行行行行，好不好？你就是你喊我，然后我跟你聊天，然后只要我一说睡，对，打我嘴里说出睡字来，你就输了，就输了是吧？对，行嘞，行嘞，行嘞，行，那咱们开始，来开始就不脱了吧？哎，多新鲜呢，哦、压根儿也不能脱，冷，哎，来吧，嗯，凑合吧，来吧，啊，老婆，那有点太恶心了，你这个嗨。什么恶心的？您这，你得答应我叫你呢，你得叫我。你在家跟你媳妇也这样说话是吧？甭管在家怎么样，现在你叫就得有叫的用、啊，好不好？来，老婆，全毛病啊！你还是，我就别叫了，行了行了，啊、你醒醒吧。啊，天亮了，上班去了。哪儿就上班啊？我还没，我就甭叫了，这都睡上了，我还叫什么呀？这不行吗？不行啊！我叫你睡觉，我叫你，你得叫我回家。哦，还得回家。哎、哦，来来来，老婆，喂、啊，喂、啊、喂、啊啊啊，哑巴呀、啊、这是？喂、啊、喂、啊啊，行了行了行了，您弄一哑巴过来，那对什么话呀？你这过日子省心。哎，不，没有那么省心。他不会没事骂你是吧？不行，你得说话。哦，再来再来来啊！嗯嗯。老婆 ，Hello， 哎，外国老婆，阿里嘎多哥德马斯，哎呀，孩子，哟西，什么哪国人呢？这是我哪知道去啊？不，你得说中国话，还能说中国话，多新鲜呢！来来，老婆，哎，改姓名，外地人呢？你还要哪儿的？怎么那么怯呀、啊？你还得挑呢？废话，普通话、啊，这人这一点都不普通。你来吧，来，老婆，老公公，我跟我爸爸睡一块儿了是。你拿我当你爸爸了？没听说过，你这欺负人家，你这是、啊？不，您这什么叫老公公？不像我，老公公像话吗？啊，多了字了、啊，去掉一字，去掉一个字。哎，嗯，来来来来来，嗯，老婆，公公，公公，去掉哪字儿啊？这是？我哪知你去掉哪个字啊？废话，去掉后边这字儿。哦，正矫情，吓我一跳。哎，来来再来，老婆，嗯，老公。睡觉了，不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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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话吗？我得上班去了，夜里十二点了，干什么工作的这是？啊，夜里十二点上班，多好这个，好什么矫情？那矫情硬了，再来，再来，老婆，老公，睡觉了，不困，不困，不困，躺着，躺着闷得慌。嗯，那怎么办？我给你猜个谜语吧，好不好？嗯，你听着 啊， 啊，我叫你这么着，你不这么着，你这么着，去你的。